没吃过，别说你来过台南，看着爆浆浓郁的蛋黄，满满的内馅，一口咬下超级满足。比脸还要大的鸡排是美生的最爱，酥脆多汁，超好吃。太卡好爱嘿美生，今天来到台南必吃款超人气竹立亭炸蛋葱油饼，每块饼现擀现炸，饼皮炸到两面金黄酥脆后，接着炸蛋，这可是饼的灵魂之一哦，幸福感就靠它的。老板娘，我要半熟哦。看这美眉利落的刷上独家酱汁，放上鸡排。炸蛋和生菜沙拉，这份量实在太满足了。竹立亭的最强招牌就是鸡排蛋起司沙拉饼，爆浆的蛋黄增加口中的湿润度和浓郁感，饼皮吃起来非常的酥脆，但却越咬越 Q， 超级厉害的。你们看这个份量大到连纸袋都快装不下了，梅森已经等不及要来咬一口了。看这个蛋黄，你们有谁能够抗拒啊？下午茶来一份竹立亭真的是超级完美。再来这个比脸还要大的炸鸡排哦，真的是梅森的最爱。外皮像是古早味炸鸡排的口感，肉汁都被牢牢的锁在里头哦，尤其是辣味的直接腌在肉里，真的是天下第一100分我的菜。竹立亭真的只有你们亲自去品尝哦，才可以感受到我真诚的灵魂。